给你介绍这两位是啊，免介绍啦，要怪阮家钱财的人，我无迄个兴趣甲伊熟识。大娘，伊就是你常常讲提起迄个新妇哦。老爷，你莫想太多啦，你误会啦，你莫见怪吼。我甲阮新妇要来转啊。好啊啦，莫阁嫁落去啊，我来佚佗。你今仔日讲要予我金条这件代志，你是要安怎讲？你唔通想讲哦，秘在别人兜，安尼就无代志啊？你到底讲话要算话无？周大嫂，你哪会当安尼对你阿娘讲话呢？伊唔是要转去呢，伊真正是脚受伤，伊阁流真侪血，唔才无法度转去的。我甲阮阿娘在讲阮兜的家内事，你是有啥物资格插嘴啊？你阿头，我确实是有影脚受伤袂行，我才无转去啦。脚受伤？迄男主讲今仔是我脚受伤，我用赔，我嘛要赔转去。阿娘，你食到这把年纪啊，敢讲这点仔道理你都唔捌信？阿桃，算阿娘唔对啦，阿娘甲你回信的，你莫生气啦。有话咱转来才慢慢啊讲吼。好啊啦，莫那么假啦，行啦。你做老媳妇用这态度来对待你的大家，哈？你的大家受伤一个，你无够关心就惨死了。你讲安尼讲，你安尼敢对？哈？我那听讲那对啦。像你这款媳妇，实在伤过分啊！真可惜，俺搁直接侮辱你，是一个真有孝的媳妇啊。有孝无有孝，那是阮家的代志。你有啥物资格骂我？敢讲恁爸仔囝要怪阮家的金条，安尼就无过分性。细你啦，若是落雨天行出去吼，唔通去予雷公甲你卡着。周大嫂。你误会啊！阮店家虽然散家，也不过，阮是无可能骗你的金条的。这届，俺唔摕金条卡斗相共，这个温情，我永远更认真啊！俺不你放心，你给我一点仔时间，我给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给你。唔免讲到遐尼好听啦！我看阮这个金条哦，敢若未输石头沉落水底，通唔一声哦，一去不回头啦。阿桃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你拢莫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啦，丁老爷，甲你惹真济麻烦，请你莫见怪，真实的，我要转来去。恁这对爸仔囝吼，我阿你讲哦，唔通想讲三不五时请阮大家食一顿仔饭，安尼就到阿哥阿伯啦。咱这笔账吼，豆豆算。安安呐，是是，刘星啊，哦，你还是扶大娘回来。是，安，大家谢谢啊，大家好。阿桃，给我一日的时间好不？明仔载哦。我金条一定交在你的手的，安尼好无？又搁要拖一天，阿娘，你到底是要变什么把戏啦？街道你若脚无方便去提吼，啊，
你跟我讲藏在什么所在，我替你来去提嘛。啊，哪会着安尼骗东骗西？阿娘跟你讲的，讲会到就做会到。你搁给我一天的时间，一定会给你啦吼，一定会给你啦，一定会给你。阿娘，迄是你咱约束好势的呢，你哪着靠家伤心要创啥？啊！你即马将迄个金条摕来给我，安尼大家就会当欢欢喜喜过日子啊嘛。阿桃，阿娘有阿娘的困难，我一时嘛无法度甲你讲个清楚。我明仔载金条一定会提起来给你，吼，会做来给你啦，嘿，一定的啦。好啦，阿娘，既然哦，你有你的困难，安尼我也无爱勉强你啦。遐金条吼，我无爱啦。也毋过吼，我要将这块金牌甲摕来卖，安尼对咱两个吼，拢总有好处。啊，那遐金条吼，你留咧看看用。免你啦，阿桃，稍等下啦。迄金牌免摕去卖啦，迄是妈祖卖的物件，绝对免摕去卖啦。阿桃，我求你啦，阿桃的。啊，无我甲你跪啦！哎，阿娘，哎呦，啊你到底是要爱我安怎做啦？即摆遐金条我也无爱啊，我干若要爱一块小小的金牌尔，啊你着无爱给我？你到底是要安怎啦？紧起来啦！你安尼厝边头尾看到吼，就是讲我咧忤逆你，起来啦！阿桃，你甲我答应讲金牌无爱摕去卖，啊无我无爱起来，我无爱起来。明仔载哦，我金条若无予你，阿娘虽知你啦，你搁相信阿娘一摆好无？好啦好啦，来，起来再讲啦。好啦，我相信你一届啦，看在福原的面子上，啊若无，我就无通予你遐好食。金条对阿桃来讲，敢真是遐尼重要？敢讲这几年来，阮大家身边一点仔感情都无是？我实在真想袂晓，我真想袂晓。伊甲我大头阵，都是干那为着这尔尔。临时几落天啊啦！来得发财，来得发财，来得发财！哼！变天啦！结婚啦！原来这个吴天娘，拢将钱摕来资金交警咧报缴，一个唔知收来七月半啊！这届吼，我绝对无料下。马祖伯，请你给我支持好无？做人哪会这么痛苦？我一直想讲，我金条若摕出来，安尼就会平安无事。想袂到，阮新妇足贪心的呢。我甲伊讲，我搁有金条，还是我骗你？因为我要让伊安心搁住呢，甲我完成。藏在我心肝内的愿望，所以实在情形我才无予伊知影。搁一方面，我安尼做，嘛是希望讲快当家和万事兴会。马祖婆，我咧做，敢有唔对？你甲我讲好无？Thank you.
恁爸是十五岁，就毋是去扛着白虎钱讲，我来衰到这款型。吴天娘，你即摆是咧讲我白虎钱？哎呦，无啦，就算讲吼，我去甲天照胆，嘛毋敢讲你啊。我问你咧，拄只你去倒？无啊，我着去收租啊，又搁无收着啦，你讲有衰无？你即摆是青面咧骗目光的哦！你拄只去倒？你坦白讲出来。你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无啦。你是搁知影啥啦？知影啥？你家己讲啊。冤枉哦，天大的冤枉哦！我就是去收租收无，代志就是安尼尔嘛。你还搁想要骗？我明明亲目睭看你对吊颈出来，你还搁骗我讲你去收租？你甘愿有钱摕去跋筊，你都无要讲我的死活，你安尼敢算查甫囝是？算讲我阿桃哦，目睭去互牛打落去啦，还搁咧相信你的话，还搁互你骗到戆戆西，我真正是世间上该戆的戆人啦。是啦，阿桃啊，你着听我解释嘛。你免讲啦，我不爱听啦。我去跋筊嘛是拢为着你啊，我嘛是想讲哦，会当加赢一寡钱买珠宝来送你嘛。怎知影运气会遐尼歹啦？你着原谅我，以后我会改啦。你的话若会听进吼，手纸都会写啦。我已经想到真清楚啊，以后咱两个人吼，各人行各人的路，互相莫相交叉。你敢当的？啊，无你即摆是咧大声啥？我手头吼，毋是叫向遐大汉的呢。阿土，你这人足无良心的呢。那较早，我开遐侪钱在你的身躯，嘛是为着我爱你嘛。你着搁给我一次机会啦。你莫遐尼无志气好无？咱两个人要搁斗阵哦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既然你拄只着有讲，伊为要对我好，才会开遐尼侪银两。啊，那安尼哦，遐个银两我以后会想办法还你啦。还我？你敢还会清？人都已经嫁你啊，我敢有跟你计较？我即摆是还搁摕银两予你呢，吴天良，你是有良心无？你心肝是毋是欠到无去啊？哎，阿土啊，阿土啊！即摆知影大家有金条滴哦，讲话就红声啦，无遐尼简单啦。就算讲哦，你发二十条，我也袂放你煞啦。这明明是天要做我，原来阮阿娘的金条都藏在这。阿桃，这四条金条你摕去啦，含顶回一条，拢总五条。阿娘，啊，咱毋是讲我是十条金条，哪会只五条呢？阿桃，阿桃，你搁给我一点仔时间啦，好，我才过来找啦。啥的啊？金条用搁找哦，啊，哪有遮好的代志啦？阿娘，你甲我讲，啊，是还搁偌济金条？啊，这金条你是藏几个所在啦？我嘛唔知影，啊，都时间经过遐尼久啊，你唔同我想看卖咧？好啦，啊，无你豆豆啊想，这金条吼，我先摕一摆囥。阿土，啊，你金牌唔同好我？阿娘，
时间是过了足紧的哦，爱会记的，还佫五条金条哦。嘿，喂，无啊，拖汤的啊，无你即马是咧笑啥？迄老婆遐艰苦着，你佫笑会出来？无你是咧收刀是收啥意思？兄弟啊，你是知唔知啊？我笑哦是比哭较艰苦呢。啊？啊？这老阿婆身躯边拢无金条啊，都唔敢甲伊这新妇讲，艰苦拢家己忍受起来。我看拢无呢，这汉家的人哦，敢拢用这种方法做人哟？拜托，你无听天妃娘娘咧讲，做人拢有七情六欲啊。这老阿婆安尼做，一定有原因的啊。搁再讲啦，你已经食老，行迄孤单，所以事事行行唔再顺从伊的新妇，所以哦，伊唔再有这款的方法。呵呵，这艰苦家己找啦，这真正有够戆的。我看吼，早把了这新妇哦，该害到凄惨落魄哦。对啊，啊所以天妃娘娘唔再叫咱两个随时踮你的身躯边个照顾啊。参见天妃娘娘。千里眼，顺风耳，本座这次来也是因为阿婆的代志，伊的心肠实在是真好，本座不忍心看到伊的心灵搁受打击。希望伊能早一日去体会、看清楚人生的弱点，会当勇敢来面对现实。千里眼，顺风耳，有舍则有得。阿婆阿兄生，伊正还福过，来日一定有真好的修行。天妃娘娘，我看目前娘子吼，这老婆上需要解决的，就是这钱财啊。这钱财解决了后吼，我相信伊后边日子一定足好过。千里眼，假使每一件代志都会当早起并安乐，那恁本座是哪该领导他们家来帮助因？听你了，你是讲这老阿婆以后都有什么灾厄是？喂，拜托拖汤呀！阿公你讲你可不止阿公呢，哼，这款问题还着爱问天妃娘娘，连你有，我讲不听。哦，顺风耳，你袂用来自作聪明。修得上界大的宗旨，就是要用心来感化人。好事。兄弟啊，我拄仔是咧问天妃娘娘哦，讲这件代发生的结果，啊，你唔是要甲我讲？哎呦，拜托诶，这唔着足简单诶。歹势，我唔知。是吧？兄弟啊，你遐装笑未晓？哎呦，兄弟，讲只算笑，莫生气，快走啊！哎哎哎，大爷大爷！会当洗钱，害伊清白，真感谢你，我做不。袂用的呀，我想想你哦，也是要来甲搬一个呀，也若无，我袂过心，我袂过心。哎，阿爹，我来去啦，你等厝好困就好啦。啊，哎，无啦，有事有事，你来去。你若去大娘遐哦，万不能撞到伊个新妇，你是千万唔通甲伊吵吵闹闹呢。遐若无呢，是会增加大娘困扰哦。啊，阿爹，我知影道理啦，我袂睬伊啦。我若唔是要去冤家，我是想要看阿母吼，伊个伤到底是安怎啦？知着，来进去，进去。娘子，阿母，见大爷，来，进来。大娘啊，阿这身上。哪在你遐嘞？阿爹，你看，阿妹嫁我啦！哎呦啊，
我的脚吼完全好啊啦，这拢是妈祖婆的保庇啦。一个拄出家的朋友，王太元先生，你讲你伫四年前，你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恁两个人感情嘛甲兄弟啊同款，爸爸做过做生意，结果呢生意出来失败，欠人拢总差不多有500万，我都当还。即使你带着你的母子出来走路，流浪他乡，有一日你偷偷回来向你朋友想要甲借钱，无想到讲伊不但无借你钱，而且伊咧甲你讲失败是你造成的，两个人因此出来相拍，你一时冲动，起了桌顶的粉壳啊，来甲伊拍了重伤，差一点啊嘛无性命。后来你被警方嘛抓到，判罪入狱来服刑，即马你出狱出来。你上大希望就是讲会当得到伊的原谅，啊，若无，你一世人你就不安。王先生，我阿仔奉劝你一句话：一切随缘。你有这个心，安尼就真好啊。妈祖奉劝大家，知错必改，善莫大焉。请继续收看妈祖连续剧《精彩好戏唱金宝》，一定爱看哦。Maya se to a